后的一天。Hello， 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找不到。OK， 看到我会怕吗？不会丢背包啦。好，你各位今天都好吗？好。OK， 我是村长。我是村长。村长好。OK， 这种声音应该是每次姜母鸭的声音。好，那欢迎各位来到铁花村。那铁花村呢，今年办的这个最后一次跨年夜呢，是非常温馨的，温馨的。我们已经举行好几年这样子，我们不跟外面的要请什么，不过真的我们没什么钱了啊，请多多支持铁花村了。今天的表演绝对是非常精彩的啊，都是那个什么，大家可以好好的在这边啊，花个120块饮料坐下来，这是全台湾没有的一个享受哈。那今天呢，也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为了协助这个南回医院的一个筹备的一个活动啊，司仪，那待会这司仪的这个故事呢。待会会有人会专门的给你们解释为什么叫司仪，好不好？那村长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如果说我光解释这个司仪的话，我们大概要花个半个小时才会结束。你们要不要我花半个小时跟你们讲？好，没有讲话，没有反应。好，那我就花半个小时，要不要？OK， 好。那今天呢是2017年最后的啊，剩下几个小时哈，那也欢迎高兴各位哈来到这边告别啊，参与这个告别式哈，2017年的告别式，告别式 ，OK， 啊，那希望明年啊是狗年哈，啊，今天早上也问了我的狗啊，明年的气势会怎么样是？Muscle, get out. 好像就是那个阿诺斯瓦辛格 ，Get out, muscle, go to die. OK， 他最后他的回答是汪汪啊，就是汪。那祝福各位2018年做任何事，叫什么 ？Muscle, go to die. I'll be back after this time. OK。祝大家在2018年幸福健康，福福生风，风调雨顺，友谊爱河。那今天呢，就带着快乐的心情过来。你不快乐，你也把快乐逼出来，好不好？把高兴逼出来。铁花村的饮料绝对是让你会让你今天会很好过，会得永生。那我们今天呢？也有我们的烤肉哈，有闻到吗哈？那烤肉，阿拉不喝酒啊，不吃烤肉的。那我为什么要带这个呢？因为在过去这一整年，我过去年，在前年，很多这种就是恐怖分子 ISIS， 即使他们只是一个部分哈，在回教徒来讲，很多就是不了解。那我们希望说，从2018年，我们带着爱来感化任何有暴力、有这个战争企图的人。用爱来感化他们，我们是有爱的，我们是有爱心的人，我们是对全世界、对环境友善、有爱的人，好不好？这是村长的今天的啊，简单的几个字啦，有没有感觉热热的？好了，不换。OK， 那吧台在那边，哦，厕所在这里啊。现场各位的朋友，你如果要抽烟，不要在位置上，请到那边去。那边有个那个吸烟区，那边有很大的水桶，你抽完烟就把烟蒂丢到桶子里面，好不好？未满18岁不要抽烟，有没有未满18岁的在现场？你如果未满18岁，我看到你，我会罚你喝10瓶。厕所在这边，女生厕所在男生厕所，好不好？那各位的活动范围呢？除了这位纸上呢，就是变水泥地，那。这个那一边左边这个房蓝色屋子的，这今天歌手表演的地方啊，不要超过那个小吧台。这边是 PA， 也不要到这边来，好不好？你们的位置自己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排阵势都有这按那个风水学排的哈。有没有感觉热热的屁股？你看，现在地面有拉很多线哈，高低不平，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不要跌倒。好，祝
最后呢，我请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2018年幸福健康，平安，旅途愉快。那我们待会呢会在这边跟拜拜，跟那个2017年做告别。那请大家不要那么早走哈，好不好？好。OK， 你如果是急着要吃姜母鸭，没关系，记得打包回来。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掌声欢迎第一位表演者，打个闹。